他们身为父母就是会想要靠他们的方式来帮助我，希望我不要感受那么糟。我知道虽然可能效果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一样好，但我自己心里知道就是他们出发点是好的。我只能说我还是很谢谢你啊，我有做这么多，这样我处理的方式不一定会完全像他们所想的方式一样进行。当下我可能会有一点就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，事后我就觉得说没办法，这就爱啊。我想到了，破音的话我在双安左右接示众。上新闻发生什么事，他们就比较担心我吧，对我不管是好或坏留言，其实他们都会很在意。这样他们身为父母就是会想要靠他们的方式来帮助我，希望我不要感受那么糟。我知道虽然可能效果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一样好，但我自己心里知道就是他们出发点是好的。我只能说我还是很谢谢你啊，我有做这么多，这样反正心意还是有收到了。他们也是人嘛，也是他们第一次当爸妈，是你讲的这道理很正确啊。确实啊，让他们，我年纪越来越大，我处理的方式不一定会完全像他们所想的方式一样进行。当下我可能会有一点就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，事后我就觉得说没办法，这就爱啊，家人爱怎么讲，家人就是吵吵闹闹啦。不管他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喜欢，但至少尽量就是可以多跟他们沟通，就多跟他们沟通，比较像成熟处理方式。整个鸡皮疙瘩。恭喜红哥，恭喜王阳明拍出这么厉害的国片，这样子。最后，金峰，算你狠啊！有一些事情处理啊，看你怎么搞啊。真正的要各位观众支持我，因为一个 IP 走十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想到了，破音的话，我在双安左右接示众。